接下来关注我省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。2022年9月14号0时至24时，山东省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一例，在青岛系集中隔离点检出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1例，其中青岛7例，系集中隔离点检出3例，高风险区检出3例，和社区筛查检出1例。济宁2例均系集中隔离点检出，菏泽2例均为省外返鲁人员，系居家隔离医学观察检出。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一例，在青岛为韩国输入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，均在青岛，分别为韩国输入和泰国输入。